喧嚣笑天微破晓夜太凉人离散梦难想但每个胸口却更烫人间用多少沧桑换多少人的疯狂乱世早晚会感伤已来不及感想让黑暗黑到吞没所有希望才能找到血液里的光那么孤单又那么不惜而倔强让黑暗黑到失去所有方向才能感到谁遥远却痛快的天亮让黑暗黑到吞没所有希望才能找到血液里的光那么孤单又那么不惜而倔强让黑暗黑到失去所有方向才能感到血你现在就到方氏学馆走一遭如果你能把玉煞给我带回来难道不是大功一件吗你们两个在外面候着不传你们不许进来是刚才怎么回事计划有变今天还是不要行动现在该怎么办什么声音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这不是月儿，糟了，我们中计了。这是个圈套，我们的计划暴露行踪了。怎么会这样呢？算了，没时间了，先出去再说。
好戏呀，好戏呀！大司命大人，您意下如何？卢总管雨若观火，洞察先机，在下佩服之至。哪里哪里，这多亏是东皇大人的福泽庇佑啊！不，也多亏了大人你愿意同我一同坐镇。嗯。东皇大人果然是料事如神呐、啊，早就知道惊天明会动用御煞之力。大司命大人，可否同在下一同一步，去请咱们的高手出场啊？还愣着干嘛？快走！你小心点！呀！呀！呀！天明，你没事吧？没事，走。不宜久留，走。看你们还能挺多久。去堵住他们的退路。人呢？啊！已经逃跑了啊！
跑了？愣着干嘛？快追呀！追追追！怎么了你？快走啊！等等，这样谁都逃不掉。大家听我说，咱们必须分开行动，目标分散才不容易被发现，各自脱险之后再到乱葬岗汇合，如何？好，就这么办吧。大家小心点。走。真的是你啊，我终于找到你了。是我，月儿。月儿，你怎么了？跟我回去，跟我回去。月儿，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跟我回去。怎么了？月儿，跟我回去，跟我回去。你跟我走。月儿，你干嘛？我是天明啊，你清醒一下。跟我回去。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你快告诉我。跟我回去。不，我不跟你回去，我要带你走。月儿，我不走。月儿，这到底怎么了？我是天明啊。你醒醒！跟我回去！你醒醒！我是天明啊！跟我回去！月儿，我是天明啊！跟我回去！月儿，我知道，你虽然被什么东西控制住了，但是你肯定能听见我说话的，对不对？月儿，月儿，你听到了吗？
怎么这么胡来？用这种法术，想要送死吗？不要紧的。别再用法术了，这里有我。我现在要你逃出去，然后平平安安的来找我。快走，快走！师父，我等你。舍不得。
从小资质齐佳，往后就交给你教导吧。赶快叫师父。师父。不能与谁同行，孤身闯过天和地，才惊醒你的心竟然也会结冰。你原来也不在乎黎明。我不信命，或许也是某种写好的宿命，来让我们或相遇或分离。孤芳一世，心的一知己，浮沉半生，可歌不可泣。师父，我知道自己很任性，可是我想问你，如果等这一切都结束了，你愿不愿意抛下一切跟我一起走？那还用问吗？我会一直等你，等着和你一起远走高飞。在那之前，我会一直做你身后的那个人，帮你，保护你，就像我一直以来那样。如果我知道你跟着我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当初我不会让那个人留下你，也不会让你当我的徒弟。这样或许你还能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你的仇我会替你报的，安心的等着我。浮沉半生，可歌不可泣。天明，随他留在人间小马里，独自快去那边。也算我们的默契。天明，天明，天明，没抓到金天明也就罢了，怎么把事情弄成现在这个样子？魏大人，不知道那个金天明他用的什么手段，少女跟他交过手之后，似乎想起了什么，突然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废物。月神，让他安静下来。是。带走。是。是金天明唤醒了他的一部分意识。醉魂迷心阵还要再用，做事情给我做得彻底一点，以后如果这个丫头再出任何问题，唯你是问。是。
不能进去。敦煌大人，属下没能抓住葛聂他们，属下罪该万死。怎么连你也伤成这个样子了？景天明动用了御煞之力，属下也不是他的对手。算了算了，御煞之力也确实不同凡响，下去歇着吧。谢敦煌大人。回去吧，我想再单独陪他一会儿。该说些什么？其实小时候我就知道，你一直在我身边。无论别人怎么笑话我，说我胡思乱想，我都始终坚信着，你是真实存在的。那时候，我就一直想着，要是小仙女儿有一天能来到我面前，跟我说：“天明，我们一块玩吧。”那样该多好啊！然后我就等啊等，等到我都长大了，可终究还是没有等到。我总觉得，只要我诚心诚意，你就不会不理我。可是事情远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小仙女儿，你曾经问过我，问我恨不恨你。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恨你。你离开阴阳家，来到我们身边，甚至帮助我一起救月儿，我都很感动，很欣慰，就像小时候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一样，你知道吗？有你在的日子竟然这么短。小仙女，你的大恩大德，我景天明今生今世是无以回报了。若是有来世的话，只求你还能记得我，我也能记得你，我们再重新认识。好端端的，
大火从何而来啊？启禀陛下，这段日子圣女为陛下进献仙丹一事以天下皆知，仙丹可益寿延年，那自然应该由陛下您独享，可是偏偏有些叛逆之徒对仙丹起了觊觎之心，他们化妆成商人模样，和血馆的一些叛徒勾搭成奸，里应外合，密谋行事。啊，对了，血馆的大火就是他们为了制造混乱趁机盗药所放，不过幸亏守卫的禁军将士防范严密，追查及时，这才将叛贼绳之以法。是吗？回陛下，那些叛贼的尸体已经悉数找到，的确是当日运送新火材料的商人，还有几个血馆内的方士，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不少当日刚刚炼出来的丹药。这些可不是圣女进献的丹药啊。回陛下，圣女所炼丹药下官向来慎之又慎，万万不敢出纰漏，所以尽管叛贼盗走了不少丹药，却没能找到圣女所造的那一种。陛下，这才是圣女今天刚刚亲手炼制的丹药。陛下，您现在到服药时间了，请服药吧。陛下，下官用人不察，险些让叛贼得逞，还请陛下重重责罚。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卢生，朕念着你护着朕丹药的份上，发俸三年。此外，那些采买之人不再留用，方氏血馆再加派300精兵守卫。今天这事，如若再有第二回，严惩不贷。臣谢陛下隆恩。没想到玉儿会出面阻止我，看来她一定是遭受过难以形容的折磨。方氏血馆经此一遭，防范会更加严密，想要救出玉儿
恐怕难度会更大。姐姐，我宁愿自己死，也要保护我的女儿。可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她？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也是被逼的。若不是这样，我怎么当月神呢？小时候，你对我那么好。可现在你为什么要折磨我，让我死也不得安宁？我幻觉，是幻觉，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感觉好些了吗？月儿，他们对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感应到月儿了？没有。就在刚刚，我又失去对月儿的所有感知了。一定又是那帮王八蛋，又折磨月儿了。要不然怎么会这样？月儿。月儿，天明，月儿，天明，月儿，你冷静点，我们会想办法。我不管，月儿，从来没有想到，你竟然对我拔刀相向。为什么？谁来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倒有一个方法，或许可以救助高月。什么方法？
我倒有个想法，只不过有些冒险。说来听听。现在看来，方氏血管这条路是断了，我们倒不如光明正大的走进秦宫，在秦始皇的眼皮底下，将高月姑娘偷出来。这不可能，太冒险了。的确，这件事情如果换成别人，的确不可能。可我是个乐师，倘若再有公子扶苏暗中相助，这件事情就一定有希望。怎么说？之前大司命曾经提过，嬴政这些年饱受疾病折磨，性情大变，一是喜欢方术求仙问药，二就是喜欢祥瑞献事。只要有祥瑞献事，他要么就派人陷入宫中观赏，要么便会亲自去看。倘若我要是写一首送秦的曲子，让他在市井流传，然后咱们再制造相应的祥瑞陷入宫中，那么嬴政知道这个巧合之后，必然会召见我入宫演奏，此时再有人从中提点，建议圣女祈福，你们便可进入宫中偷梁换柱，带走高远。这个从中提点带你们入宫的人，自然就是公子扶苏。这个计划太过冒险，我不同意。赵高没能在方氏血管抓住天明，必定会想出更加严密的诱捕计划，他对高月的控制和防卫也会更加严密。我们无论怎么做都是在冒险，进宫救人看上去是最困难的，实则恰恰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因为只有在宫中，赵高才会疏于防范。在他看来，我们断然不敢走这条路。可你有没有想过，进宫献艺，你离皇帝最近，万一失败，你根本没有离开的可能。只要我们能够说服公子扶苏相助，精心谋划，就一定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换出高月。这只是你自己的设想吧。不管怎么说，我不同意你去冒险。Yeah.